好，我们看一看呢，好，在呀、关于这一个舍利弗阿毗昙呢，它是在哪里呀、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啊第八章，说一切有部的譬喻时完了，到第九章是上座别系分别论者，是在分别论者的部分，所以分别论者我们已经完成了关于它的分别说部、部派思想。还有就分别论等等那么呢，我们其实是进入来的就是舍利弗的阿毗昙呢。那舍利弗阿毗昙完了expect 我们将会谈到独子部的部分，然后过后就会提到阿毗达摩论的形现了。这同学你看到吗？当我们谈完这边到第十章，来到这边阿毗达摩论的形现，这个阿毗达摩甘为路论、阿毗昙心论和阿毗昙心论的。再解说这三个它就是会构成了它在说一切有部的价值和社论一样同等地位的，它的那个缘起，我们这里就会知道那么因为它去了它的发展是那么的类似所以呢是值得做比对的那在比对中发现问题呢，一般上是学术是蛮喜欢以这个发现。来做研究的那我们未必要跑到去做研究的一个路线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从这边就是提升我们的理解。然后呢，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不打算禅修的话他不往学术做比对了解的话他也太过沉闷了的他太过沉闷了的但是如果禅修就不能够太过的 controversy 的。我老师傅的老师有特别交代给我提起因为你参修的东西是 exactly 就是直接这样子修的，他不能够说哦，这不论说那样修，这不论说那样修，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修行只可以一个做法罢了的。但学术的研究乍比达心论这样子讲，社论这样子讲，它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它的区别了。好，我们还是依然是可以这样。那么毕竟你们两个、你们三个还有竞标欢迎回家，你还会回来的吗？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没关系。OK，来，我欢迎你。OK，好，那就是谈诈比的新闻。好了就讲一点点目次因为竞标他闯进来好，我们是在说切有物。OK。就是为主论识的研究，那我们呢，其实已经进入第九章的范围了，就是上座系分别论者那么在第九章之前呢，我们呢其实有读过一些，就是呢说起有部的譬喻诗，给我们有读过。那么呢，就是你在的时候应该是关于说起有部的四大论诗也是没。不过上面我们有上到，就是发智慧大毗婆沙论好像也是没有上我们是有跳跃的性质，直接呢就是从下面那边完了来到这里了就是上座分别说系，然后呢我们进入的是第二节，舍利弗阿毗昙论的部分那么呢今天会进入舍利弗阿毗昙论，会理解到阿毗达摩。那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有部基本上它会越来越和我们学的社论的关系扯上了思明，你尝试讲一讲，看你记不记得就是社论的演阿毗昙，就是有部的如何演变，令到它和社论会蛮类似，在架构上而值得进行比对，然后进行了解思明也讲讲看。应该是说，我们从那个和合的僧团开始，过后就开始分了两个嘛，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咯。然后上座部就分的说一切有部，还有一个忘记了。说一切有部和上座部呢，哎 是这样，分别上座部好像是啊。然后过后就色同别部是属于那个难色传同别部，不是说一切有部的是吧？
啊，不是啊，赤峒尼泊就是他们往下发展到斯里兰卡发展的，然后我们学的是就是赤峒尼泊的嘛，社论对吗？对，是的，然后过后那个的阿比坦好像是在多益切有部那边的，不懂是哪一个部在派。西北印啊，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上座部那边分出来的啦，所以应该有一些共同点的。可是分到不同的派系的时候，就会多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诠释吧。是，OK，竞标是这样哈、哦，当然哈、哦，我们很多那些论书啊，气论跟阿毗达玛很多的时候，在南传了、啊、哈、哦，就马上会有，是学者也好，出家众都好，他全部阅读过后呢，他写了一本叫《阿毗达摩概要》的，阿耨罗陀尊者他写的，OK，因为太复杂嘛，就写《阿毗达摩概要》，那《阿毗达摩概要》过又太简单了，就加了两个 commentary。一个是苏曼格拉萨米，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雷利长老的，就变成现在的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就是目前我们在大力弘扬的。原来啊，在这个事情啊，在北传朔切有部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当然朔切有部本身呢、啊，因为卡尼斯卡王支持他们跑到去就是在阿富汗那边，巴的那个地方那边，在那边进行接济，因为呢他们呢、啊、朔切有部的僧团呢、啊。每天派一个国王啊，去给王上开示。每天派一个，哎，就刚才斯高王讲，这么就是讲的不一样的嘞。他就委任一个叫胁尊者的过去进行解集，他也召集了500个阿罗汉，就解集了大批婆沙论，大概100卷。哇，后来他们也觉得太过复杂，所以一个叫大德法鹫呢，他就在附近的那个贡达拉哈犍陀罗国那边呢。就把大毗婆沙论 summarize 啊，成为就是阿毗昙阿毗昙行论。后来阿毗昙行论又太简略了，就把它又有人再加料，就变成杂阿毗昙行论。然后杂阿毗昙行论呢，大概在是西元4世纪时候传到去了中国，然后呢，在中国里面发展，它大概是在发展的时间呢，就以这个为主哈、哦，它大概在魏晋南北朝就是时候啊。已经开始蓬勃的发展，所以呢，有一个毗昙宗就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呢，中国讲有个毗昙宗的流行的就是这部论。然后这部论呢、啊，大概流行了200年之后，玄奘大师也学会了这部论。然后玄奘大师讲过这部论的，在他去印度之前。然后，所以呢，玄奘大师的基础啊，阿毗达玛讲白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是阿毗达摩议论概要精解的水准来的，而且他去讲了好多遍。啊，所以呢，他看到很多问题，所以他才有下定决心跑去那边。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师父啊，现在开始要又在研究的就是这个《杂阿毗昙行论》，就是当时玄奘讲过的这部。而原来当时翻译阿毗达玛哈，在西元4世纪，鸠摩罗什法师也牵涉在内，法显法师也牵涉在内，这两个人都牵涉在翻译阿毗达玛，就是跟这个《杂阿毗昙行论》有关系。因为这部论翻译了大概5遍了。哦，所以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朔切有部啊，我们再迟一点点呢，就会扯到去这一个，那往下看了哈，就会跑到这个阿毗昙行论，啊，还有阿毗昙行论的再注解，这个再注解就是在阿毗昙行论来的了，啊，所以呢，这个的 level 是等同那个的，所以呢，毗昙宗啊，曾经在中国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在魏晋南北朝。过后呢，玄奘大师又再去重新翻过，这段期间相当的流行，直到，玄奘大师把俱舍论一翻译出来，他才就不流行了，这样子了。所以呢，当时啊，他们呢出现就是只有个学风没有传承，不像唯识有传承，中观有传承，学识他们毗昙呢没有传承，只有个学风。所以呢，我也在思考哦，到底。我们这边我要如何带这个是阿毗达摩议论呢？让它不会出现断层，所以可能要跟你们一起商量啊。哎，我们如何让阿毗达摩在马来西亚可以流传几百年呢？但是我们又不对啊，但是啊，我们又不能够啊归属在啊他们南传底下哦，那跟 politics 一样的，现在 politics 也是吧？哈，我有点去这边不是，去那边不是，我们也是的，因为啊，原因是因为啊。我们如果归他们的话，安乐他的话，哦，
那么这样的话哦，他们是否定我们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被否定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呢会认为他们是分别说不的侧重点，他会认为他最究竟的。我们的律典呢是按照法藏补的，但是啊，法脉传承上啊，律典呢、啊、像师父这样，我们是以法藏补跟他们靠近。但是啊，基本上啊，如果是说宗派，像我师父借什么法，就是中国禅宗了。已经是几十代了的，这道觉只有 symbol 类，然后过往没有，真的没有法的，没有传那个禅法没有的，就是啊，几个传承，把这个传承呢、啊、修一个 lineage 啊，你的东西，传就是追溯得到源头，源头追溯到印度这样，你不是凭空冒出来这样的咯，啊，也不是梦中菩萨把你加持于你的，就是缅开这些，要有个传承。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底下哈，所以就是我们的经教变到现在啊，又要跑马船了。所以现在我们又拿一些这种典故，再来乍比跟新论合起来，又开啊成佛之道，然后又练点子发功，然后又安波念，所以这样东西要想想看如何让它流传几百年了，我这就是值得考虑的。你不要帮忙我想，我是打算不收徒弟了的。我在想，就可能了哈，我就弄个 system 出来，就让那个 system 传承好。你问竞标，哎呀，生了儿女，气死他，对不对？哦，啊，所以我就不要生，我也不收徒弟了。那我就弄个 system 出来，看看那个 system 如何让它哦持续下去。这样，这个你们帮忙我想。OK 啊，你们帮忙我想啊哈，你们是上课上很久的了，有义务要去传承。现在 example 已经有新人了。已经有人在啊，试了的 example 了哦，example 是最后一个 final part，也有人进到来了哦。那你们是慢了点，因为他们有些那边有条件了哦，就可以跑进 example。进到了 example 的话，就是说至少他在试论里面要有非常好的功力哦，才可以拿到 example。所以就说啊，师傅设计出来的东西已经出现那个有人传承的情形了，现在就是偏 syllabus 还没有人可以到。啊，因为 pen syllabus 的人要全部读完，思敏是比较 potential，因为思敏也读得七七八八的那课哦，啊，加上你自己外面又修那么多哦，一定也是啊，一定也是读了七七八八，思敏外面又再加上你读啊，哦，那变到你更多个角度啊去看待这个东西，所以变到啊，如果会者我也不知道啊，因为现在我很怀疑啊，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当时啊。在河西走廊的佛教来的，当时河西走廊一模一样，就是现在的情况。西北印那边啊，就是西域、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当时的佛教，西元1世纪前后就是这样，南北传杂居，然后过后很多种族在那边，它不只是佛教罢了的我，那边还有拜火教在那边的我，哦，Soros 还几个宗教在的。拜火教跟佛教曾经 mix 过的，因为他在山洞啊，看到佛陀，也看到一堆火，两个在一起的，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把它 mix 起来。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情况了，南北藏传又全部合一这样啊。但是问题就是谁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子啊？这就是值得考量了啊。一令跟思明，可能你们也帮忙留意一下看呢，啊，好，看看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这样的 product 啊。这样子来维持，让他维持几百年。如果是说我又不收徒弟的话，哦，对不对哈？徒弟聪明的话，他就自己搞自己一套了；他不聪明的话，我又收来干嘛？所以到最后也不用收了，对不对？然后你们都是不居士啊，哎呀，好啊，这个课题啊，就值得你们考虑一下。来，我们就回到去我们的什么？好了，有什么 idea 先来讲一讲？嗯，我把我的心中一些话讲出来。也是跟宗教有关啊，竞标我们其实现在上这思路的佛教啊，可能就是正经 miss 了几堂课，思路的佛教啊，它蛮多宗教情操的东西，嗯，哎，竞标就是它呢，玄奘，还有就是八险呢，哈，如何哈跑那条整个丝绸之路，以他们的心声来做代表，他们有讲过什么论，我们都跑进里面去研究理解。这样子啦，你真的太得空没事做哈，你可以找 video clip 来听，你应该是蛮喜欢的。嗯，他碰过什么，我们都跑进去哦。而丝路的佛教是不是收发票房最好的？就开课的时候，差不多30几个哦，哦，最好的了。
第二名是社论哦，再来 drop 了一些了，因为很多慕名而来，结果来到哦，原来不是听故事的，哈哈哈哈，上当的感觉啊！一拎到男朋友就一个不见掉了，是的，哈哈哈哈哈。好，OK 啊，进朋友可以看的，因为啊，我们的就是整个过程呢，好，然后呢发生的一些人物，还有发生的宗教的一些事故啊，都特别拿来大来提，这样子了。真情你没有事吧？这个是你的样子，还是这么你瘦到好像，好像有点怪怪这样的哈、啊？哦，你我瘦没了有，是不吗？是我是用，瘦了，不知道，应该是有瘦了。只是说现在我是用手机来开那个 Zoom，我还没有回到家，因为还不方便开车。好的。这样我就不让你讲太多了哈。哎，他是刚动完手术的，他还在医院的他哈。啊，OK 啊，啊，不是，没有，我不是在医院，已经回来休息了的。好的。哦，回来休息了啦哈。已经回来休息已经2个星期了，两个星期，是啊，回来2个星期。回来2个星期呀。来，我看我 post。对。来，金哥你。